赛规则是怎么样做？就是，但如果有人说要检讨，我觉得也是可以检讨，就是尽量把它放大大家比较开心。不过士林的演出我觉得没问题，而且我们跟他的最大的关系，就他在表演上面的付出跟努力，我坦白说我自己都忘记了。你是要说你们比我们会，大家看完会之后会更，会再度相信爱情。你是要说，就我们是不会相信爱情，那你们可能会不太相信爱情，但是我们会相信爱情。我们是至死不渝，对，我们是至死不渝的爱情。来，你们是什么？我们是持久，还会再羡慕吗？后来就。就还好，说实话啦，说实话，不要在那边。是在羡慕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开玩笑啊！喜欢什么？我喜欢纯情小男生，不冲突，不冲突，对，成熟稳重的男人，我比较爱，啊，比较有钱。这是重点。不好意思，我是贵妇。我们是纯爱，走纯爱路线。跟金钱无关，我们是高贵的爱情。比赛规则是怎么样做？就是，但如果有人说要检讨，我觉得也是可以检讨，就是尽量把它弄到大家比较开心，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系列，跟人家账号名语法上面是没有错。那如果说要把这个技术弄得更好，是可以再精准。郭士林的演出，我觉得没问题，就不会只是说他就比较轻松了，就是因为他那一年拿奖是王刚奖，就是所以我就跟他无论是刘杰伦跟他的作用关系，所以他在表演上面的付出跟努力，我坦白说我自己都忘情忘义，所以他是这么一个。